那讲到这个大货车咧，驶关视线死甲看袂到，定定拢会发生车祸。台中市内已经有真济条路大货车拢袂使行。即马嘛有伫十四个路口科技执法抓违规，毋过安怎抓，拢敢若抓到这个桃园新竹标列货车无白管区的，嘛去互外界来质疑讲，这个执法敢是有空棒。大大告示牌明明写头前科技执法处理违规货车，也是未少段货车通过。后期员发现执法系统有漏洞，可能抓到涉及偷掉标的大货车，无法度找出其他管区违规的车。咱家款话咧，家己管咧，无理想，因为你别管咧，人会用调别管的车来支援啊，对无？啊，要发规拢发啦，莫讲干啦，发咱家己管的啊。要你就是要一律都一样啊？怎么外界是那个就没有啊？那对啊，那是要不公平啊！讲比较实在的，就是不公平、啊。各地来回桃园的车辆多，最近甘来市处地涉及偷掉标违规大货车，每个月平均有560件。因为大货车视线死角多，一直出代志，造成用路人安全的疑虑。桃园选地真下路段进行大货车管制，根据交通局统计。科技执法上山了后，各行政区违规的件数都明显下降。前三名是龙潭区78.5%，罗底区65%，另外大溪区是59%。以往是采用警方现场取缔，那现在呢，则是采用科技执法的方式。那平均呢，目前桃园市的大货车进行科技执法成效约下降57%，那以龙潭地区的成效最佳，大约下降78.5%。针对科技执法漏洞，交通局已经清楚执法系统改造公路局全国车辆，因为考虑各组甲治安问题，目前已经进行相关管理要点制定，也发文交通部等待审核同意，按算3月底进行应完成改造弥补漏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